者陈桂林台北报道，第29届金曲奖入围名单今天下午公布，同时也揭晓身负重任的评审团主席，正是国宝天后将会很信任的制作人经纪人陈子红，过去将会办演唱会拍广告，最信任的就是陈子红，他还曾偷拍陈子红照片，彼此交情很好。陈子红经谈到，这三个月来每天忙时我也不能讲，这几天评审激烈讨论才产生名单，评审现在也关起来，每个评审心中都有他们的遗珠，但要有投票机制取舍。陈子红也率先揭晓新人奖入围者，包括茄子蛋、姐、施王、严艺格、郑兴、李泉者、苏佩青、丁世光等。第29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记者会，评审团主席陈子红、记者胡顺祥、社江慧左曾偷拍陈子红奖电话照片，反射自脸书。